看到没有？超大一根的鸡腿。视频呢，就是和我姐一起去吃美食节，然后我现在要去 Seven 买瓶水。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吧。嗨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到美食街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现在迷路了，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那个美食街。那个美食节在西湾的广场，然后我们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过去，然后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。居然在停车场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居然来到了停车场，我们又没有车，怎么走啊？看到了吗？好多人，快掉头哦 ！Go go go！嗨，我们已经到了。虽然澳门的美食街每年东西都一模一样，东西都是我家附近可以吃到了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来凑热闹。都会冰心的。我们先逛一下，这边好多东西，逛一下，看要吃什么。羊架怎么样？有，不错。那来吧，我们今天第一个要吃的是这个。哎，你要吃吗？你要吃就点喽。边啊？羊架先，牛扒，羊扒。羊架，嗯。啱有羊架，羊架一份系咪？系一份。只可以走，而家走，有边度可以出嚟？点样？而家走边度出嚟得？唔系。Hello， 我们在等那个羊排。然后澳门这个美食节，它每年都有。其实我一直都很建议你们，如果要来澳门玩的话，最好是要在10月11。什么？我黑。所以我一般都建议你们是10月、11月、12月来，因为十二月也是有烟花看的，因为澳门回归。然后我们刚才买完羊肉，我们来买了一个这个玉板烧，这个是黄金橘蟹壳，然后还有个黑椒和牛力是吗？这一份还有这两瓶。100块钱，这个快递上，这个是和牛粒，还可以，你都很棒，应该有羊排好吃，嗯，这不好吃，这是我们的羊排，嗯，这羊排好好吃哦，很嫩。羊味很高，嗯，这羊排好好吃，嗯，50块钱两个，挺值的吧，好吃。好，我来买一把。可是我想吃贝。你知道吗？我姐哦逛了很多家的鱿鱼店，她都说为什么人家鱿鱼这么白，因为人家鱿鱼还没烤啊，当然是白的、啊。然后她就因为人家鱿鱼白，所以不去吃。我们的生蚝和贝，这一家富来美食。打算来买一个奥义的冠军雪糕，得了个金奖，一个曲奇的，一个咸蛋黄的。好的，一个曲奇，一个咸蛋黄。对。然后来买一杯柠檬茶。唔该，一杯柠茶。柠檬红茶。系。冰糖甜系。嗯，半糖。半糖冰系正。
点了这个爆炒鱿鱼，那个放进去啊。然后还有个生蚝跟玉米，然后这个是咸蛋黄，扇贝、生蚝，得过奖的。然后这是咸蛋黄，这是曲奇的，来吃一个。嗯，这个好吃，咸蛋黄味很浓。你们来澳门的时候可以搜索这家店，叫做奥运学社高社。我跟你们说，不要来任何的夜市和美食街点生蚝和扇贝，因为它非常的老，而且它不是生蚝，它是海蛎。北郊看到了吗？这玉米好吃吗？嗯，椒盐玉米对椒。这个叫什么？富环，富什么？这家店？富饶。好吃吗？嗯。好吃，这家叫富什么忘了。像这种海鲜酒楼都差不多。随便找一家吧，但是我觉得最好吃还是那个烤羊排，但是我不知道那家店叫什么，决定待会再去吃。还有别的了，那个猪排也不错吃，看样子。好，我的冻米粉来了没？我去拿。这边你们还等超久。超屌喝吗？还不错。这家叫什么来着？半边柠檬红茶，还不错喝。没东西好吃啊。每年的美食节。这有没有什么快炒啊？就反正这家店还不错啊。都没什么好吃的。Hello， 已经夜晚了，然后我们还是没有吃饱，于是我们决定继续吃。逛它个三四。我们打算来吃牛，这好吃吗？肯定很好吃。我们买的牛肉感觉很好吃呢。嗯，很嫩。比起刚刚羊排，还是羊排好吃。我们还没吃饱，打算来吃这个。阿张有烧吗？够。帮我们吃这个吧。好，他好小气啊，给我这么少柴鱼。应该哦。应该。我的炸弹烧超大颗，有没有？内心怀疑他是不是听到了你说柴鱼很大，所以他又给我加了一把。他真的很小气，好吗？超大颗的，是有在。妹子啊，有蟹肉。啊，好烫，好吃吗？章鱼，哎，我以为他给我粉扑。章鱼在哪？看到了吗？是章鱼。啊，这就是大阪烧的材料啊。不好吃，不好吃。算了，给你吃吧，我不想吃。我的鸡肉串好大串，我的妈耶！三十一条，佢阿鸡朋友阿小姐噶，小啲啦，抬一抬我们的鸡肉串，巨大串有没有对焦？看到没有，超大一根的鸡肉串。好吃，我以为它好一刀啊，这有刀，走吧，好大串，我的妈呀！然后当我们吃的差不多的时候，发现桥下还有北海道，怎么办？我姐要吃的日料。Oh my god， 太多了。天啊，好多人，太多了！我们刚刚到底点吃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屁东西啊？对啊，我们刚刚到底在吃些什么东西啊？这些不才是我们应该吃的吗？我们该不会吃500块了吧？
哦，好想吃啊！都是这下面都是日本料理。然后我们决定来吃这个牛舌跟龙虾，结束我们今天的美食节之旅。龙虾，然后我姐叫我到隔壁买这个蟹肉，肯定很好吃。我们点了这个蟹柳，我的妈耶，好大个！还有这个牛舌跟海胆焗龙虾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ending， 好吃吗？对焦，这个是蟹肉，不知道，叫北海道。它上面有明太子，然后它里面就是蟹肉，不知道你们看不看清楚？对焦，很松很松，都是蟹肉，它不是蟹肉棒。我为什么最后还走到了这里呢？好吃，这个椰子冰。然后这是牛舌，但是我感觉应该有点硬硬的吧。看上去很硬，其实它很 Q 味，脆脆的。好吃。芝士海胆焗龙虾，来一个。哎呦喂！我们花了700块，你知道吗？吃这些，是时候给你们总结一下，今天最好吃什么？羊排。最好吃的是刚刚吃的那个蟹肉棒，第二名就是羊排，那羊排很好吃，要不要打包回去给你妈吃？待会再打包回去给我妈妈吃。然后第三名是那个椒盐玉米，那个富华美食还是富嘛富丽美食，反正就那个椒盐玉米很好吃。然后第四名是那个奥义的那个咸蛋黄的冠军雪糕，第四名。然后第五名是那个棒棒牛，然后接下来牛舌，接下来都差不多了，哎，随便了。怎么办？不要送这里不好，送下去吗？就他们今天这所有美食节的那个店都是澳门本地的一些餐厅。他到11月24号，但是我觉得我视频发出来已经过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吃饱，我要准备回家了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这期的澳门美食节就到这边结束喽。我们明年再见。还要明年吗？这美食节明年肯定是会有。来，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到这边结束喽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好不好？